我被红灯乱流寻找你的海洋，我注定这样。司马长歌，不许虐待儿童。谁虐待儿童了？人家小妹妹艺术造诣比你高多了，人都听了我唱了一晚上歌了。你少来，你肯定是威胁人家，逼着人家听你唱歌。司马呀司马，我没想到你竟然做出这么惨绝人寰的事情。别胡说，谁逼他了？谁逼他了？你不信你自己问人家小妹妹。小妹妹，告诉哥哥，这个是不是逼你听他唱歌来着？如果是的话，告诉哥哥，哥哥代表月亮，消灭他。你看，我没骗你吧？不对劲。怎么了？但凡能听你唱歌的都不是人。我说你什么人？你说这么一可爱小妹妹不是人，那难道她是外星人啊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说不定她是米国派来刺探我军军情的机器人。我看你才不像人呢，你思维就不是正常人。嘿，听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你说我不像正常人，连我的桶都听不下去。哎，你干嘛？说你不正常，你还来劲了你？他听不见，啊？他听不见。